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这一节课啊，我们刚才大家啊看了血如老人啊一生大概的一个经过啊，有一句话讲：“人人红道，非道红人啊。”这个道。要弘扬啊，就必须由人去弘扬。那么由什么人来弘扬啊？就是有道的人啊。这个血如老人的一生，就是在弘道啊，传道。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啊，也是在血如老人座下啊学习这个经教啊。啊，血如老人啊，这个传授很多学问。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佛法还有医学，这个中兴大学啊请他去教中医啊，也办了很多啊社会啊慈善救济的事业。我们今年举办纪念上净下空老和尚弘法60周年，啊，也要啊知道啊，我们净老和尚一生的成就，啊，跟他的老师也息息相关。啊，那么早上也跟大家提到了，啊，第一个介绍他学佛的是台大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啊，第二个善知识啊，教他学佛的是前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那么张家大师是密宗的大德，是出家人。啊，第三位老师是台中莲社血如老人，啊，我们称血公李炳南老居士，啊，那么跟他学经教啊，学了10年。那么没有老师的这个启发、开导、教学啊，啊，的确啊，人生的方向啊，很难找得到。啊，特别是在学佛这个方向啊。啊，是非常难的。这个也是我们平常讲啊，善根、福德、因缘缺一不可，这三方面都要记住。善根是自己本身的条件，所谓善根就是接触到了，能够理解，啊，能够接受，这是善根。没有善根的人呢，啊，接触到了他不能理解，他不解啊，不能接受。
那么有了善根，能接受啊这个正法啊，这个正法，佛的正法，包括儒道啊，一切宗教都有正法邪法啊。那教本身它是正法，那不是教本身有正有邪，人邪了啊，人心邪了，歪曲了，邪了正法，也把正法变成邪法啊，人正了啊，邪的邪法可以把它改变为正法，把它导正过来啊。所以最关键呢，还是在人心啊，正，所谓正知正见啊。所以很多人学佛了，那佛经没有错啊，啊，佛经是真的经典了，不是伪造的经啊。但是人学了，把它解释错误了，把它想错了，想偏了，解释错了啊，把那个原本这个正知正见正法的佛经啊，那变成邪知邪见。那经它本身是正知正见，因为人邪了，把它曲解，把它错解误解。所以关键还是在人啊。所以这个善根啊，福德是理解之后啊，能够落实依教奉行啊。如果理解了没有去做，它还是落空啊。因缘啊，能够有机会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这是因缘啊。那么有的人有因缘遇到善知识，但是他自己没善根啊，听别人的谣言他就相信了，那善知识在面前啊，当面错过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当时在佛教界很多人说张家大师是政治和尚，那很多人啊，因为听到人家这么讲，就没有去亲近他了啊。所以他老人家以前我听他讲过啊，非常可惜啊，很可惜。那这个就是什么呢？有因缘啊，但自己没善根啊。啊，所以遇到善知识、善根福的因缘，真的缺一不可。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现在多少人听过敬老和尚讲经啊，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一样啊。具足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那么他在短时间啊就有成就了啊，长时间啊他就有大成就了。所以我们纪念我们敬老和尚弘法六十周年，也感恩他的老师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主题是纪念敬老和尚的弘法六十周年，华藏净宗协会成立三十周年。那么没有这三位老师啊，那么这个恐怕我们也没有机会啊听到敬老和尚的经教了啊。那么敬老和尚在经教讲经弘法这一方面的确超过他的老师了啊，这一方面啊的确超越了啊。那现在呢，我们净宗比较缺乏就是传统文化这一方面啊，这一方面呢、啊、醒功徐醒明老居士啊，这个
他传承李老师的啊传统文化这一部分啊，这个是现在台中联社、台中慈光图书馆啊这些联友啊大家所公认的啊，大家认同的啊，显功啊，但传的这个儒学啊，还有佛学。这是啊善知识啊这个教导啊的功德啊，所以我们纪念净老和尚弘法六十周年啊，也一定把他的老师这些事迹啊要公开啊，没有这三位老师，也没有净老和尚啊，我们今天呢、啊、也听不到净老和尚的这么丰富、这么殊胜的经教了啊，所以感恩呐 啊要追溯到上一代去啊。那么再上去呀 啊那当然上面还有啊这个李老师的老师啊，张家大师的老师，方东美先生的老师，他们还都有老师啊啊。那么李炳南老居士的教净土的老师就印光大师。他是皈依印光大师的啊，啊，学这个邪教跟没关系啊，没关系老居士学的啊，当时啊，北方夏莲基，南方没关系啊，称为南梅北夏啊，当时佛门的泰斗。另外呢，还有护法也非常重要。啊，所以护法也不能缺少啊。他在台中学了十年的这个经教啊，那么弘法呢，的确也要平台啊啊，不然这个学了之后到哪里讲啊啊，这个也不能缺少啊。啊，如果这个缺少，那今天也听不到净老和尚的经教了。啊，这个经教啊，我们也听不到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就面临两条路啊，去学了经教。那么出家人啊，如果按照正常的啊，应该寺院啊邀请啊法师讲经说法啊，但是没有这个因缘啊，这寺院的人呐、啊，没有人认识啊，没有人邀请啊，寺院的主持啊也不知道这个弘法它的重要。啊，所以一般寺院的主持啊，还是偏重在寺院的经济来源啊，总是要维持啊一个寺院的开销啊，那么需要啊有收入。那么一般寺院呢 啊大部分都把做经忏佛事作为啊主要的收入来源。啊，没有做佛事，那就没钱了 啊没钱这个寺院呢、啊、无法维持啊，所以寺院大部分呢、啊、重视这个经忏佛事，那么也就是啊要有收入了 啊那么讲经说法啊，似乎没人供养。啊，那这个寺院呐、啊，就不能维持，啊，所以寺院呐、啊，经忏佛事要做经忏佛事呢，啊，都很欢迎，啊，但讲经说法呢，啊，大概大家就不重视了，啊，认为讲这个经也没有收入，啊，就觉得不重要了。
其实啊，古时候的道场啊，讲经说法、教学啊、领众修行，那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问题啊，到清朝中叶以后啊，慢慢的、变成金蝉罗丝为主。啊，讲经教学慢慢的、大家都放弃了。那演变到今天呢、就这个样子。啊，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重大的误解。啊，所以也感恩韩馆长当时的扶持。啊，那么我们这堂课讲敬老和尚弘法60周年回顾。啊，通宗通教归心净土，现在是归心净土。那这个回顾我只能回顾50周年啊，那前面10年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啊，那时候也小啊，前面那个60周年我才9岁啊，还没有听到啊。啊，那么这个回顾就是当时韩馆长就是找地方租地方借地方给我们老和尚讲经弘法这是老和尚一生最感恩他的地方如果没有他这样来扶持，来替他找地方来接洽是在讲邪了，那到哪里去讲到哪里去弘扬也没有人认识这个真的是名不见经传谁请你没人认识你刚刚出来，刚刚出道而且遭到佛门的这个不接受不接受这个讲经的那这个到哪里去？那邪了有什么？等于就学的是学的但是没有因缘去弘扬所以遇到韩馆长这个扶持才把这个弘扬出去那么讲这段历史后面的人是听老和尚讲席当中讲但是当时的一些艰辛我是也亲自接触过当时我第一次在台北莲友念佛团听我们敬老和尚讲楞严经第一次那么那个讲经的因缘是佛光山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是高雄寿山寺在古山区有个寿山寺他们10天有出一个巡刊叫绝世巡刊我订了一份我16岁接触佛法那就哇听收音机啦那么看看这些有一些杂志啦搜寻这些资料后来听人介绍有星云法师静心法师这些老法师这个贤顿老和尚这些贤顿老和尚这个都不在了那很多我都去找这些资料订了一份那么看到这个有刊登我们敬老和尚讲经的信息当时我们家很穷我母亲在台北万华卖菜那时候我们小要帮助卖菜还有这个租那个小说漫画的还有那个武侠小说有漫画的有小说我们要帮助看店当时我看店所以那个小说漫画我看全部都看过因为没有人租就是我看那边看店那没事情我第一个先看
啊，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三国演义啊、封神榜啊，全看过了啊。啊，那么当时租那个矮房子啊，实在讲啊，那个实在是很简陋的啊，就是我们一个小屋子，矮矮小小的啊。一个三合板隔一个墙壁，就是两个房间啊，租两户人家啊。啊，我们隔壁那一户啊，信基督教的啊，啊，我们是信佛的啊。那我听那个隔壁那个他是卖肉包子的啊，我是卖菜的啊，卖肉包子的啊。他卖肉包子的那太太啊，每天星期天，哎呀。我们去听到了，我们到教堂去听到了。哎呀，我听了就很羡慕。哎呦，他们每个星期都有道可以听，我们佛教都没道啊。后来我订了这个《节士行刊》呐，我看到这个消息啊，我喜出望外啊！我们佛教终于也有道可以听了啊！赶快找我弟弟啊，坐公车啊，到莲柳念佛团啊去听我们师父讲经。从那里开始，那一年我19岁。啊，今年69，啊，那是不是50周年呢？啊，50周年，啊，这个莲柳念佛团现在好像还在啊，我想找个时间去看看啊。啊，那个是大陆啊，到台湾来的一些退伍军人啊，学佛的，他们去组织一个。那么在台北莲柳念佛团呐、啊。李继华老居士就是在那边往生的啊，啊，就是跟这些莲友讲话啊，讲一讲啊，啊，他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以为说哎呀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结果他讲完下来啊，那一天不是轮到他讲，是另外一个居士讲，不是他讲，他跟他调，他说我们两个来换，啊，先让我讲，那我后面那个让你讲。啊、他讲完了说要回家了，大家以为哎呀年纪大累了要回家啊，结果他下来啊坐在客厅沙发就走了啊，这李继华老居士就在那边往生了啊，所以这个是我听经的因缘啊，这个后来韩馆长啊也到处借啊，到处借地方啊，因为道场毕竟不是自己的啊，人家有活动啦，要办什么，你要还给人家啦啊，所以借很多地方，智联精舍啦啊，连那个连国栋他们家办的补习班呐、啊，晚上这个下课啊，没有人上课了，那、啊、借来晚上给老和尚讲经啊，还曾经啊借过第一百货公司。啊，那个第一百货公司啊，现在好像没有了啊。以前呐、啊，40几年前呐、啊，啊，台北市有两家百货公司比较有名，一家第一百货公司，一家今日百货公司，现在都没有了啊。啊，连那个百货公司，人家上班那个办公室啊，就人家下班。借那个办公室讲经，那个我也去听过啊。哦，李业壁讲堂，台北车站对面，还有李建兴的、李建和、李建兴他们家族啊，就瑞芳啊煤矿的煤矿大王，他们家庭的小客厅，就在他们家的小客厅啊讲楞严经啊，那个我也去听过啊。啊，借了很多地方啊，常常借，啊，借到最后呢，啊，也借中国佛教会现在善导寺的啊，中国佛教会，啊，在嵩山寺也办过大乘佛学讲座，啊，这个这些寺院呐、啊，啊，还有内湖圆觉寺。啊，我们老上办道场讲座啊，会去听的啊。那时候我还骑机车啊，去听圆觉经啊，在内湖圆觉寺讲圆觉经、啊。那么嘉义就是眉山禅林寺
啊，讲禅林宝训啊，眉山禅林寺，那很多地方了 的确啊到处借啊。那么是为什么有景美图书馆呢？这个因缘也是因为那一年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那佛教界也发起这个人亡护国所以当时韩馆长也提醒我们老上这个新总统上任了佛教界来庆祝那我们老上是专门讲经的就请他老人家讲这个人亡护国经那跟佛教会讲好了，好像三个月这一部经讲完，租金也付了结果经讲了一半那人家要回去了人家要办活动了，不借了。那当时我们同修大家也很愤慨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说了要借三个月，经都没讲完怎么可以半途就要收回去就是请馆长那么跟他理论但是怎么讲他都不借就是当时觉得我们这些听众大家觉得说这个这不是办法这个借地方就是这样那人家要就要回去那不借就不借。那大家喜欢听师父讲经是在讲我们就是地方再小，有个小地方属于自己的地方那我们听经就可以不中断嘛不然搬来搬去了找地方借地方这些早年韩馆长对这方面付出很多了那可以说当时是雪中送炭那当时我也是听众之一那么那个时候同修大家就发起了不如我们大家凑钱嘛买一个小讲堂给师父讲经后来这个发起也得到馆长的同意那么老上这些年来他讲经人家一点供养还有馆长他自己一些私房钱都掏出来要买房子但买一间还不够所以我们就大家凑钱了那个时候是民国68年民国68年今年是108年40年前40年那么当时钱不够当时馆长他都提出一个如果我们同修有捐一万块的一万块台币那四十年前一万块还是蛮大的一万块的立一个长生入位永久长生入位死了之后还可以移到往生入位当时我就我们没钱后来就去找我同学借一万块我同学在戏子在五堵那边开铁工厂他是老板他家有钱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捐给我师父买讲堂我要捐一万块但我现在没钱我说你先一万块借给我我给你打工我到你工厂来给你打工还给你那我同学他这个姓郭的郭弘毅他听到我这么讲他也很感动他说你要捐款的那你就还八千就好了我出两千他借一万打工给他还他八千块那个时候我弟弟他包工做工头他赚的钱比我多所以他捐的比较多那个时候他捐好几万他比较有赚那我当时没有当工头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就用这么来捐但他七凑八凑就是好不容易买一间40几平的那小是小
也有一个地方了啊，啊，所以那个讲呢，就说来就话长了啊，那个历史啊，就很多了，我看了三个小时讲不完的啊，啊，总之那个时候啊，就是68年4月啊，搬进去的，啊，搬进去的啊，那后面呢，啊，还有很多，真的也是很艰难，在那边呢，啊，住了10年的违章建筑啊，这个。这些啊老同修都还记得啊，那么后来接触的同修可能就不知道这一段历史了啊，这一段就不知道了。所以回顾饶上这个弘法呢，前面那个阶段呢，我们大家真的就是雪中送炭了，雪中送炭啊。那我算是老听众了啊，听了50年了嘛，啊，那也是。老听众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净老和尚弘法有这些殊胜的成就啊，不能不感念当初老师跟护法啊，也不能不感念不感恩呐，啊，所以所谓饮水思源呐，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些人。啊的教导护持，那也成就不了我们净老和尚。那我们呢，啊，也没有地方啊听闻正法，可能听到都是邪法、邪知邪见的。啊，所以这个老师护法功德无量啊，这个一点呢，啊，都不为过啊，真的是功德不可思议。那么教学啊，能够教出一个杰出的人才，他就能发挥啊无比巨大的作用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喜如老人会下，可以说是一个很具体、杰出、很出色的一个弘法的大德。啊，同时也是我们近代佛教啊一个很杰出的人才，不可多得的人才。啊，现在呢，不但呢，啊，救佛教，也救其他宗教，啊，也救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啊，这个都是靠教育。啊，现在推广情书制药，就是救世界。啊，所以我们回顾饶上60年的弘法啊，这些心路历程啊，啊，这个点点滴滴非常多，啊，在我们啊短短的20几分钟啊，啊，只能讲个大概了啊。那这个实在讲啊，是啊，内容也非常丰富，啊，也非常精彩。啊，那么遇到很多挫折困难。成就啊，也是不可思议。好，那么我们时间到了啊，那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漫谈啊，啊，再来长谈啊。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